上眼睛，总有一些面孔，一些片段浮在心上。寂寞也如此宽，请注意，世界如此忙，忙得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断，赢了所有，失去最初的梦。我正想说，你给面子只给一半呢。啊？我只唱了一半而已，你再唱一遍。赢了所有，失去最初的梦。还差四个字。还有四个字啊？还有四个字。来，先把你前面的四个字说出来。赢了所有，所有失去最初的梦。还有什么？最爱的人。蛮好的、啊、人、欸、我想到人。你现在需要求救或者修改吗？不需要。哦，好有哦，不需要。可是我刚才想唱靠近你，答案对了就唱。真的吗？ OK 了，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感受彼此心中温暖，能不能继续啊？ OK 了，靠近我就在今晚，敬礼，不要再让彼此遗憾，在今晚。校长致辞，哎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的校歌真好听，校长致辞嘞。歌手还帅的评审老师陈国华，型男。我们今天选的这一位呢，是你在超偶的同事，对不对？作曲者是我的老师哦，作曲者是我们大家的老师，作曲陈志远，作词陈乐融，电影主题曲《永远不回头》，1989年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天有多高，忧伤和寂寞，感动和快乐，都在我心中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长，两句，黑暗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唱都要去接受，永远不回头。那个时代你在哪里啊？1989年，那个时候我在读幼稚园吧，在加拿大。往后退，还读幼稚园嘞。那个时候我6岁。年代啊？小学一年级。还没。6岁不是读小学一年级吗？大班吧。啊，不要客气了，差一年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要往后退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唱吗？我不想啊，要不然会破音多久？哎，对对，提个是不是？想听想听，来，对，安钧善每次破音都破得不错。我们从这个星号米号开始啊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长。黑暗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都要去接受，永远不回头。哇 ，OK 啊，临界点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熬夜，还是一起，都有 ，Together forever。Terry 想唱吗？好啊，来，要不要升 key？ 升 key， 陈老师升 key 就好，看 Terry 能不能接招。哎，老师说我不会。Terry 带动作哦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长，黑暗试探我，烈火燃烧我，唱都要去接受，永
永远不回头。哇塞，升 key， 升再升，没有重点是要听老师破。永远不回头。好，老师已经破了，祝我们看天龙降低头的赞。好坏啊，这个人啊。歌唱比赛出身的祝帆大同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加油！大家也许不清楚，你是从国外的歌唱比赛，对，是什么比赛？那个是什么中广之星那种？全球华人不是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，我的师姐有梅艳芳、张学友、郑秀文，哎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好意思讲？他在讲之前还是我的前辈有。都是这个比赛出来的，都很厉害啊，你要多多向他们看齐啊。是的，结果呢，后来回台湾出片，有个人的，有个人的，有团体的，有团体的，感觉很厉害哈，很厉害啊，到底厉不厉害？加快买。哎呦，你是狮子座的吗？是的，狮子座的唱将，要不要从简单的开始？暖身好了，暖身 ，KTV。就对了，请看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，永邦冲动动力火车 ，Kiss Goodbye， 王力宏，那就先亲个再见吧。人家讲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亲一个再见，他们 Kiss Goodbye 我说亲个再见啊，才刚上来，原来不是同一首歌。好，我们听第四首，亲一个再见，这叫金姐的丢照，金姐丢照，哎 ，Kiss and Say Goodbye，OK，、okay. 当年的英文歌，现在。中文版叫做 Kiss Goodbye， 王力宏2005年的作品。别把我心也带走，去跟随。请注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被你打败。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以释怀。好帅呢，是不是？好听哦，听起来不是很难哈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再说一次了。每一次，每一次，再唱一次。你要再唱一次吗？那你就再唱一次，没关系。唱慢一点。那个上一句，请看。深深的被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以释怀。真的。15个字要讲出来也不容易。对 ，OK， 应该还感觉很顺，应该感觉很顺。对，其实呢，其实，在第一关就共估的话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节目效果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确定？答案确定？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接下来你的选项是 Jacky 啊 ，Jacky 有成龙的歌，张学友的歌，还有吴宗宪的歌，还有谁叫 Jacky？ 祝凡刚，祝凡刚的歌，第四首，蔡小虎，他也叫 Jacky 啊，是吗？我猜的啦，我猜的啦，一叫 Jacky 啊 ，Jacky， 一 Jacky。好，我先选那个我参赛年代的歌曲。哪一首啊？90年代。90年代的歌曲，请看。哎呀！缠绵刘德华，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张学友，为情所困，梁朝伟。哦，我要选第二首。1000个伤心。我想到了，我其实参加过2次比赛。第一次参赛，你看，就是用这首歌。第一次参加小学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参赛就是用这首歌。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张学友，1995年。但是我唱了30秒就被淘汰了。爱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15秒。这一次我的爱情，完了，真的30秒已等不到天长地久。20秒，请注意。错过的人，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是你的宿命。我刚才有算，还是没有超过30秒。
会不会一样挂在这里呢？有一点坑坑巴巴的，请说。爱过的心，爱过的心，没有任何请求，没有任何请求，任何，任何啦，任何，没有任何，天时地利人和嘞，没有任何，没有任何请求，老外嘛，他是 AB 师 ，AB 师 ，AB 师啊，干嘛这样？归老，请看。你为什么有新的这个唱歌节目？都好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现在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这个节目，其他都没了。对啊，说跟心有关的，跟心有关的哈。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子了。答案确定？确定吗？朱凡刚，正确答案。不要吧。揭晓。一个人的前途就此大放光明。你把他搞得好开心吗？选什么？哎，这样子来讲的话，那个 Jackie 里面还会有张学友吗？有可能，应该会有吧。我先选怀念金曲。哇塞，老歌呢？老歌，你知道哦？是的，一定会比90老哦。老歌，80、70或者更老，确定了啊？来，多老，请看。小子。完蛋！虫虫这种歌应该好像给你安排是叫什么？张奎的小丑包娜娜，我没有骗你。谢雷苦酒满杯，你下面那两首你有听过吗？小丑了啦！我没有骗你，没有骗你，对不对？有这种歌哦。小丑，小丑，小丑，小丑啦！你们都只听过这一首？对对对，张鬼唱的吗？张斗嘞，张鬼。你看这前辈，他叫张鬼斗，张。Sorry， 你只会一首，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就第一首，张奎1980年的代表作《小丑》。小丑，小丑，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。化作喜悦，呈现给你。好，后面的人马上帮你顺。化作喜悦，呈现给你，对吗？这是对的吗？这是对的吗？我又不负责答案对不对，我只负责数数目跟吓唬人，请看。所以最后这一句送给大家，感觉在那个时代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如果歌词对的话。化作喜悦，噔噔噔噔，差不多，听得蛮对的，蛮对的。你是我第一次看，应该算第二个下巴共鸣法，第一个是周华健。好了，你的答案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现在你要选择的是，好，大家来个嗨歌吧，好，来个嗨歌，对不对？好，动一下，来，你要哪一个？团体动感嗨歌，团体动感嗨歌，睡，哎，你看，中奖率蛮高的哈。好了，你要选择，那就草蜢。哎呦，失恋阵线联盟，请站起来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蜷缩成一段神话，然后飘彼此一样的傻。恰恰恰，我们真的爱到他，他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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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唱的是泰文版吧？请你把它翻译成我们听得懂的版本。好了啦，我知道你们都泰国来的啦，开心啊！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的歌牵挂？我们怎么？他刚一看到星星不会唱，然后开始学许不了跳舞，想绕圈圈。却被他牵挂，哇哩嘞，哎呦哇哩嘞！好，求救了啦！你先把你记得的歌词
写出来，我们再看有几个星星要去填空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后面还有吗？却被他，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，几个字？却被他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又是泰文，十四个字对不对？抱歉。求救了，求救了啦！两个字啊，你最少要凑四个字啊，凑不出来就求救了。祝同学看暗号，求救！别凹了啦，别勉强。你这个老外，你不会懂的。三选一，请看啊！提示团比较好用哦。哇哦，差一个字也太那个提示了吧？每个都一样的、啊，就是这哇，什么都一样啊！问题是在前面，我们这么，我们那么，我们怎么？所以你假如前面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只要把你的答案加上全部抹煞，太刁钻了吧？你们会不会？会啊，你会是吧？好像怎么念都可以，反正也来不及，他三选一。我们那么在乎他，不顺。一个写歌词的人讲说应该不会这样写，我们怎么？哇塞，这个对了！我操，这个对了！可是哇塞，哇塞，这！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？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……两个唱起来都一样。A C 很贱哈，我们这么，我们怎么？哦，你看，结果遇到一个 A B C， 这么简单 ，A B C 碰到 A B C， 对呀、啊。我们怎么？哎。确定，确定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要有信心，加油！干嘛干嘛？很久没有打球了，我很怕你这样跑，还要我抱你，我腿废，不能打。已经进入了万元阶段了，好不好？五关以上，这是一个音乐人的标准。我有准备卫生纸，我还以为你要上大号呢。接下来你要选择的是，哎，今年台语歌你一定放最后吧？哦，还是说你也蛮熟的？真的假的？其实我还蛮想挑战一下台语歌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他们这一代的在国外生长的很多是用母语闽南语交谈，所以你的选择是今年台语。哎呦，水哦，有有，冲了冲了哦！你会不会脑充血进医院？冲了，兴奋成这样子。经典台语，请看。叫我的名，巫启贤，爱到无名不知经。王世贤，空思恋，红红红。最有印象是第一首吗？对，我最有印象应该是第一首。那我们就来喽。好，第一次。巫启贤，1995年，叫软的名。叫我的名，运用人心深就听。当作世缘恢复，予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，求阮的命，阮需要你来做伴，灵性需要你来做伴，灵性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灵性的路途，阮爱你。看，我以为你在骂脏话嘞。看阮囝，你分了好几趴，所以麻烦你一次 ，OK， 可以先那个来上一句，请看。哎，这个歌真的，我听到副歌我才想起来。哇，有点难。阮需要你来作伴，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看阮囝。这个答案你有没有问题？No problem， 答案确定。哇哦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God bless you。Oh my god。这是什么代志啊？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你也会？挑了一个台语歌，大家不是很熟的，他很熟。Oh my god， 接下来 ，Oh my god， 要唱，那就狮子座。狮子座，兄妹陈奕迅，最爱是伍思凯，靠近于靠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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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勉强，我压力很大。
可是这是国歌哎，这是国歌啊！对啊，一定要唱上。他连这是国歌都不知道，你住哪一国的啊？你们外国回来的？他是 A B C。现在我们社区国小升旗就用这首歌啊！真的？什么国小？超级白云国小，在白云南港那里。好的，你的选择是？那就应观众要求。不要应观众要求。不要牵拖，要有把握才要唱。靠近，靠近，庾澄庆，1995年。耶。世界如此忙，忙得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断，赢了所有，失去最初的梦。正想说你给面子只给一半呢，啊，我只唱了一半而已，你再唱一遍。赢了所有，失去最初的梦，还差四个字，还有四个字啊，还有四个字，来，先把你前面的四个字说出来。赢了所有，所有失去最初的梦。还有什么？最爱的人，哎，蛮好的。人，我想到人。你现在需要求救或者修改吗？不需要。哦，好有哦。需要。可是我刚才想唱。靠近你。答案对了就唱。真的吗 ？OK 了。OK 了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感受彼此心中温暖，能不能继续啊 ？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我就在今晚，敬礼，不要再让彼此遗憾，在今晚。校长致辞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的校歌真好听。校长致辞嘞。好的，30000元到手了，是哦。六关是这个音乐人的水准，那就来一个鸡旗吧。鸡旗是吧？是的。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巧克力哈。好。鸡旗巧克力，请看。你看，又来了张学友。三个都中。你好毒，张学友。流星吴宗宪。你好毒。壮志在我胸，成龙。你好毒。大家都会唱那一句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毒毒毒毒。那就先点了啦，再找题。壮志在我胸，成龙1991年的作品。害怕身上的灰尘，沉着疲惫的精神，请注意。远方尽是何的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不要停停停回首，再来停停他的头。好啊，真好。什么啊？相当好。来，请看，你还真的看了，你唱了什么东西啊？你以为他会帮你把答案打出来？糟糕，听起来含糊的比正确的多。蓦然什么千回首？蓦然什么仙呐？千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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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首？蓦然什么什么回首，对不对？蓦然什么的回首？蓦然回首。下半段。下半段完全应该没有。蓦然怎样怎样回首？一字题，就是又是这个。只有一字提示了啦。放弃。那不叫提示。因为提示团不会啊。那就一字提示，请看。阿赫，这个是木赫，论，哇，差太远。论什么？论什么？要不要先把论什么想出来？论剑，论饼皮啊，论边，论边皮。哎呀，那论边皮。原来这歌还有台语版的。论从前。好，论从前，对不对？那木然怎么样？怎么回首？木兰无长兄，
蓦然无长兄，回首回首了。他没有长兄，然后回首人。洗袜啦，对吧？论斤论两论扁皮啊，至少写出来，说不定还有个机会。看着明天，看着明天论从前，对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这样有比论扁皮好吗？论斤论两论扁皮，论斤论两论扁皮还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朱文刚最后的答案。蓦然我也不回首。看着明天论从前，哇，好奇怪，很怪呢，你看多烂啊，这个很奇怪。好了，不多说了哈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等一下过关，你怕不怕？不怕呢，还好。好难哦，太难了。谁会唱？现场没有吗？没有的话，让我下一关。只有阿紫了，你手酸啊，两个手一起动一下。阿紫，真的会啊？有人会唱，上来为我们解答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没反应的？阿紫加油，没有奖金哦。好，好不好？要用诚信的吗？直接来吗？直接来吗？阿紫直接来啦！你要倒立来也可以呀。我笑我是无多情种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。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你也不用难过，你没有一个字是对的。他只有论对了，论是我们给他的，对不对？前面都不对。好了，虽然没有奖金，我们也谢谢鸭子我们的解答。哎呦，不错，每次都来一些可以帮我们解答疑难杂症的。Come on, show me the money. Show me the. 祝凡刚同学第七关没有通过，第六关的奖金。15000元进入我们音乐人的层级。